啊，为什么你跟他那么多年的兄弟结拜，到底瓦加贝的情谊，为什么你们要恩断义绝，然后割袍断义？他不断的做负面的事情，所以就是他已经没有办法跟上你的扒手了，就是你已经高度已经达到那一种就是很高的境界了。他本身是没有内涵的人，所以说你的内涵是100分的话，你认为他的内涵是几分呢？零分。对，零分，没错。就是年轻人就是要这样子，要有创意，要有创意，要果敢。哎，对，啊，你说柚子有没有拿给你妈妈？我送你柚子有没有拿给妈妈？我亲手拿给妈妈。啊，妈妈怎么说？她说很感谢你。有吗？给我这个机会工作。好了，啊，你要加油呢。我要加油。可是今天有很多。那对于说这件事情风波真的非常大，我们也蛮后悔的，我们也蛮后悔的。我们知道错了，请原谅我们好不好？我们下次不敢，请大家原谅我们，请大家原谅我们，我们知道错了。有那个网友假赛，今天网友说，说你红不赢他，他说你撑不过三个月，你在这边工作撑不过三个月，你有什么想法？你自己讲。我会撑过三个月。对。你请贾少海要找份好的工作吗？啊，为什么你跟他那么多年的兄弟结拜，到底瓦加贝的情谊，为什么你们要恩断义绝，然后割袍断义？他不断的做负面的事情。对，他做了哪些负面的事情？诸如此类，讲一两样，快点。真的还蛮夸张的。蛮夸张的吗？所以你觉得他现在远远不及你的红的程度，就对了。所以就是他已经没有办法跟上你的扒手了，就是你已经高度已经达到那一种就是很高的境界了。他本身是没有内涵的人，所以说你的内涵是100分的话，你认为他的内涵是几分呢？零分。对，零分，没错。一手给大家看一下来。好，你看一下，都是皱纹。昨天我是不是有给你1000块发财金？你有留着吗？我存起来了。存起来了。好运啊，赞。不要挑眉。好，你看你笑出来了。哎，你很烦你很烦。好，又输了。来，哎，这样子。恭喜嘉华获得发金1000。来，帅哥一号表情。哥觉得真的可以，我觉得比我戴好看。那你说来，很出席，很出席。来，299+1，299+1，几行几千，几行几千，发财金，发财金，拢免考虑啊，拢免考虑啊，要用火的表情说，很出席，很出席，包鬼，包鬼，对对对对，就是要有一点那种火的表情。好，你写就你啊，先就搞你啊，要有一点火的表情，这样哥教你来，很出席，包鬼，来，你也很出席，很出席。都会，100分，100分，赞，给他赞。先给你1000块发财金。好，谢谢。你去海皇泰国家那边啊。对。啊，今天你去那边开始工作的心得，你手给大家看一下来。好。你看一下，都是皱纹。他今天真的都在摸水。对。都是皱纹。会脱皮。对。从昨天到今天的表现，我觉得是已经都是已经合格了，可以的。在试用期，你还有28天。哥希望你可以好好加油。好，昨天我是不是有给你1000块发财金？你有留着吗？我存起来了。存起来了。好运啊，赞。假赛，今天网友说，你在这边工作撑不过三个月，你有什么想法？你自己讲。我会撑过三个月。对。然后今天也要好好的找工作，找份稳定的工作来做。你请假赛要找份好的工作吗？啊，为什么你跟他那么多年的兄弟结拜，到底瓦加贝的情谊，为什么你们要恩断义绝？他不断的做负面的事情，真的还蛮夸张的。他本身是没有内涵的人。你是100分的话，你认为他的内涵是几分呢？0分。啊，可是今天有很多网友说要跟你来挑战我们的这个9月19号的兰亭国际杯第一届汉堡王大赛。这一次是哥主办的，啊，你有想要参加吗？奖金有3万元呢、欸啊，我会想参加。那天
贾少海一直说想要来报名，可以让他参加吗？他的话就不能。贾少海不要，对，确定不要。对啊。所以你们两个兄弟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了。不会的，因为今天已经有上了这个馆长的新闻了嘛。那就是你已经要跟馆长想要来一个武术交流，可是我比较想邀请大陆有一个叫马保国，闪电五连鞭，你有什么话想要对这个马保国大师来讲的？这样，希望你不要都用奇怪的招式，对，拍些奇怪的影片，以正当然的方式来对付我。所以说，你觉得说目前马保国大师，他来跟你对打是胜算只有五成而已？没错。那他如果用他的闪电五连鞭呢？根本打不赢我。打不赢你？对。你目前武术的交流就是想要跟馆长还有这个马保国大师，对，两个人来一个对决。没错。你要挑那个啦，挑马保国。好。马保国他认，挑馆长你惨的啦。馆长很厉害呢，他一个正拳你也挡不住呢。我会闪开他的拳法。你会闪开？对。怎么闪？身体摇摆。摇摆。对。哎、欸，这样子就是闪过馆长的攻击了。对。